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91面啊，391面第一行，摄尘之离观，能发究竟之模式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讲摄尘观法啊，在此地也略略地加以解释。摄尘观法，前面我们学到第五，十通色。幕后一句话很重要，佛恐于通其色，于色无通，所以立此通色一门，简笔破法变，令于色得通，于通无色，故名是通色也。啊，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时间到了，啊，没能细说。这几句话呢，非常重要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法门多，法门都不容易学。如果没有定慧，烦恼习气没断，法门本来是好的，结果我们修坏了，啊，净土修真仪里面这一句话意思很深，天台家的摄尘离观就是摄尘观法，你看看后头说的这一句，能发究竟模式，摄尘观法门门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，我们不会修啊，不但不能见性啊，通通招上模式了。啊，招惹上魔事，果报就不好了。大部分都是在三途地狱，啊，少分在人间。你说可不可怜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？啊，所以这个后面这几句话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了。复恐就是又恐怕，于空又起了色了。你修得不错了，不错什么呢？你起了功高我慢，自以为是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你的果报不是大彻大悟，不是明心见性。国报是其供告我们，供告我们连带着就是明文理啊，愈多愈深啊，这就是愚通啊，又起了色了，因为色色呢绝对不通啊，你烦恼起来了啊，名利心起来了啊，把佛法都当作
求取名利的一种手段、一种方法、一种工具，造业根更重了啊！让一般大众啊对佛法起了很深的误会。佛法搞什么？还不是搞明文理言吗？啊，所以我听到许多人呢，回谤佛教的，建这些庙，富丽堂皇的，啊，执着什么开庙店，拿着佛法当生意买卖做，啊，这是对于正法严重的侮辱啊！这个罪就应该堕阿鼻地狱。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在立此通塞一门，啊，让你简笔破法变，啊，前面破法变，检查检查，是不是与色得通了？与通无色了，那就对了。啊，色通色也就是实正邪。什么是正法？什么是邪法？也就是认识什么是罪，什么是福。啊，从这一条里面可以引申无数条，让你真正觉悟啊，真正明了啊。啊，不至于把正法在修学过程当中贬值了。实在讲，自古以来修行贬值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天台家才有这么一个方法。啊，让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检查。下面第六，道品调适。啊，道能通之意，频类不同，所以称之为道品。啊，通常我们把它说作三十七道品。啊，底下讲了，故为三十七道品，而能通知涅槃也。这都是帮助我们成就的。啊，调时，调是调停，调时。啊，设呢？是适当适宜啊，也就是恰好这个意思。从别言之，故有三十七道品啊。从它个别来说，它一共有三十七种。若从总而言呢，此三十七道品不出戒定慧。三十七道品从哪里来的？从戒定慧延伸出来的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即是以戒定慧而调适也。啊，戒定慧，戒定慧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三十七道品，通一切法。
啊，在大乘里面，天台家把它讲成藏通别圆，啊，也就是藏教三十七道品，通教也有三十七道品，别教、原教亦复如是。啊，名称相同，浅深广狭不相同。越往上面，越深越广。啊，三十七道品同一切法门。啊，这个是修行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哪个宗派，必须要学的。啊，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，黄念老引用在此地，让我们真正了解，灾难在眼前，时间太迫切，来不及了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都来不及了。啊，你了解这些法门，修行必须得一切放下。放不下，这个法门对你就没用处。啊，它本来是通，你修变成色。啊，他对你帮不上忙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李世民附身所说的，心坏了。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如果你过去生中修积的有善根福德因缘，心坏了，哪个法门对你都用不上。只有念佛啊，因为念佛能把你善根引发出来，一念之间可以往生啊。阿弥陀佛第十八愿，临终一念十念必定往生啊。所以我劝同学啊，在我们眼前这个时代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个是阿鼻地狱，一个是极乐世界中间的路已经都不通了，都塞了啊。真正老实念佛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一心称念必定得生。你知道地狱苦，你知道可怕，你知道恐怖啊，不敢走这条路。那回头来才能够老实念佛那么这一段呢啊，教我们学习的用三十七道品来挑食把不通的地方给调通啊。啊，闭塞的地方要想办法突破。啊，这三十七种方法。那么它分为七课，四念处，
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。啊，七个科目，总共37道品。我们先把37道品介绍一下，下面就好讲了。37道品，第一个是四念处。四念处四句，每一句就是一个道品。第一，观身不净；第二，观受是苦；第三，观行无常；第四，观法无我。这四种观都是属于智慧，看破。啊，头一个你得要细心去观察，身不净的，啊，粗浅从哪里看呢？看我们五脏六腑，从九窍里头流出来的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不干净了。再细心观察，从毛细孔里面流出来的汗，等于说全身都在排泄。没有一处排出来的是清香香味，没有啊，都是恶臭啊，大小便利啊所流出来的啊。最明显的是出汗啊，你看汗水什么味道，什么气味，这种观法真正觉悟的人对这个身体就不再执着了啊，不再爱惜了。佛家讲个名词是名副其实，叫臭皮囊啊，囊就是袋子，这个臭皮袋呀，里面所装的是恶臭不净啊，不干净的东西。有什么值得尊贵？有什么值得可爱？有什么值得留念？修行最苦的头一个关破不掉，就是对这个身执着啊，最严重的执着，对身的贪爱，对身体的执着啊。你看佛教给我们修行对治的方法，头一个叫我们观身不净，这智慧出来了，这个臭皮囊应当放下。啊，现在还可以用，
那佛法里头讲的借假修真啊，我们今天也有个臭皮了，我们觉悟了啊，觉悟了臭皮狼就不再造臭恶业了，啊，这个不造了，用它来修行，啊，要用它来修真，真是什么？真是见性，明心见性是真的，我要用它来干这个事情，啊，要用它来放下。妄想无明，放下分别尘沙，放下执着见思啊，那就能回归自信了。回归自信，你所得到的是啊，十报图啊，往生到十报图啊，你得到的这个身是法性身啊，那个身好啊，那个身呢，五脏六腑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放光都放相啊，妙相普熏法界佛光普照世界啊，他放光放香啊，这什么原因？学佛学了这么久了，应该很清楚很明白，见性之后你所得的身呢，是法身呐，法性身呐，法性原被众德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光明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所以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放光明啊，放妙相，跟这个身体完全不一样了啊，这个身体从阿赖耶相分变现出来的，阿赖耶是妄心迷惑颠倒，阿赖耶确确实实是啰嗦头，无量劫来不管是善的是恶的是好的坏的通通装在里面，一个都不漏啊！那装在里面到底是好的多还是坏的多呢？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天亲菩萨百法明门论里面，你看他把这一切法归纳，弥勒菩萨归纳660法，很了不起了。天亲菩萨认为660法对初学的人还是太难了，再归纳成100法，便利初学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到一切法都用天亲菩萨的百法明门啊，百法明门里面烦恼法啊，那就是肮脏误会，一共26个，6个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，展开无量无边烦恼，归纳26。善心所呢，
只有十一个。这让我们知道，在阿赖耶里面，善少恶多，恶26，善只有11。所以恶的力量强，人学坏容易，善的力量少啊，只有11个心所少，学善难啊，学好难，学坏容易啊，恶心所多嘛，又何况外缘，外缘这个世界善行的人少，恶念恶行的人多，你看外面环境啊，善与善感应，恶与恶感应啊，里面恶心所多，外面恶的境界都自然相感。所以人学佛这一段主要是讲这个，学佛到最后把握不住了，变坏了。什么原因？我们学这些东西明白了，对自己会提高警觉啊，我们也无法避免呢。啊，外面的环境能避免吗？你跟这个环境相处在一起，你能不变坏吗？谁都没有这个把握。啊，我自己有很深的感慨啊。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啊，我还没有能变坏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天天读经，天天讲经，讲给别人听，也就是讲给自己听，叫别人不要学坏，自己好意思学坏吗？这样才保全呢。啊，两个星期不讲经，自己就保不住了。境界先前，心就动了。啊，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靠主，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，天天读诵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紧跟着佛菩萨，不离开他的身边。这么修成的。所以我对西方极乐世界我体会很深的。他那个环境太好了。你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跟着阿弥陀佛。你在西方无论住多久无量寿，你一天都不会离开他。那你怎么会学得坏啊？不可能啊。什么样的恶境界的时候你都不会动心啊。啊，老师太好了，环境太好了。啊，我把两个世界一对比我就很清楚啊。啊，所以刘素云所以成就很简单。就还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每天听经10小时，一天都不中断啊，再忙碌事情烦不会少过4个小时啊，正常的是每一天是听10个小时啊，除听经之外就念阿弥陀佛，他心是定的，它不是散乱的。啊，佛在大小乘经上都讲啊，至心一处无事不办，他把心放在一处，放在阿弥陀佛上。啊，所以红斑狼疮1个多月自然好了。
啊，再去检查连根都没有了。啊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他生活非常简单的、啊。我们吃饭还有好多个菜呀、啊，他吃饭一个菜。他请朋友吃饭，请客也是一个菜。真诚感人啊，生活非常简单，非常朴素，一心一意都在道上。纯净无恶啊！啊，十年功夫修成的，转凡成圣啊！这个修行的成就分三等了、啊，第一等转凡成圣，第二等。转然成净啊，第三层最差的转恶为善啊。那我们一般的修行第三层的标准都达不到啊，转恶为善做不到啊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恶念多过善念，恶口多过善言，恶行多过善行。我们恶有三多，善有三少，这是我们修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。原因就在此地，第二，观受是苦啊，受是什么？享受啊！在这个世间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没有一个不苦。我们一般人看到贫穷的人苦，少吃少穿，少是缺少啊，食物缺少，衣服缺少，苦啊，饥寒之苦啊。啊，富贵人家呢，有富贵人家的苦处，比我们少衣少食还要苦。不知道要苦多少倍呀！我不是富贵人，那我们出家是个穷和尚。古人讲的贫僧，真的。一无所有，可是我有缘分呢、啊，认识很多富贵的朋友啊，朋友当中有不少国家领导人啊，做总统的，做国王的啊，拥有百亿财富的这些朋友我也有，
啊，我跟他们接触了解，他们很苦啊，患得患失。啊，富而不乐，贵而忧虑。啊，忧患呐、所以，我们想到思念处的观受是苦啊，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，太苦了。啊，你说发财，以为发财就落了。啊，你今天有了100万了，他就想1000万。有了1000万了，他就想1亿。有了1亿了，他想10亿。有了10亿，他想100亿。欲望没止境啊。贪而无厌足，得到的呢又怕失掉，像我们这很省事，没什么想的啊，连身都不是我的，身外之物当然就把它丢干净了，不再去想它了，我们的心安，他们的心不安。啊，我们在理上明白了，37道品就是理。知足常乐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36道真的是受苦，受乐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苦稍稍停了，你就觉得乐了，不是真乐，是苦暂停。再一会苦又来了，乐是假的，乐会变成苦，苦不会变成乐。啊，这都叫你看事实真相，都从事上去观察。后面两个是叫我们从理上去观察，观心无常，这个心是妄心，就是起心动念啊，你细心观察你的念头，前念灭了，后念生了，生灭不停啊。人死了呢，人死的是生死了，精神不灭，那个心的生灭还在。还是念念生灭。啊，绝对不会说一个念头在那里住一下停一下，没这个道理。现在这个心无常啊，就是阿赖耶识啊，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得清楚啊，一秒钟里头有多少次的生命呢？菩萨告诉我们，
有1600兆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就前念灭后念生啊，生死了还这个生灭现象存在，那它永远存在，到什么时候都不存在呢？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它就停了啊。这法相宗里面所说的转识成智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真正转过来超越十法界了。诸位要晓得，十法界里面就是观心无常，真的是无常，十法界超越十法界，它就常了，它那个念头升起，它就不灭了，不生不灭。那是诸佛菩萨的十宝庄严土，啊，不但不是六道，还不是十法界，四圣法界也不行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四圣法界四念处还很管用。最后一个观法无我，法是一切万法，身体也是一法，也是万法之一，一切法里面找不到我啊！我什么叫做我？大乘的定义啊，我有8个意思啊，通常我们只说两个，最重要的两个，一个是主宰，一个是自在。一切法都没有这个标准的，我们如果以为身是我，这身能做得了主吗？如果身能做得了主，我愿意我这个身年年18岁，好不好？永远不衰不老啊，我能做得了主啊？做不了主啊，一年比一年老，一天比一天老，那照弥勒菩萨说法是一念比一念老，你没法子做主啊！啊，这就叫无我啊！你能自在吗？现在人讲，物质生活的压力、精神的压力，是压得你气都喘不过来，这比喻的话了。你没有自在呀、啊！心想事成是自在呀、啊！啊，心里想事，偏偏为自己，与自己想法相违背，你没有自在。啊，所以说无我。那这一切法是什么事情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
随心念转，我们的心念业力在做主宰啊。所以这个身叫业报身，身是业报身，外面环境就是业报境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好，它身是法性身，外面的境界是法性境界。啊，我们常讲嘛，这佛经上常说，我们是业报身、业报土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身、法性土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法性常乐我净，真的啊，他观受不是苦，他是乐，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有常乐我净。那我们这个世间，你看有常啊，常乐我净，有名无实，有这个名，常乐我净的名，你去找找不到啊。你能找到的是不净，是苦，是无常，是无我。这真的啊，智慧啊，看破啊，啊，四真情是修行指导的原则啊，是初入门最高指导原则。这是修行的基础啊！我用看破四如意足是放下啊！多少年来我用这个方法讲，大家好懂啊！四正勤就是断恶修善，最基本的啊，一生恶令断，这是忏悔啊，已经做错的事情啊，不能再错下去了，要回头啊。啊，还没有生的恶，你现在觉悟了，决定不能让它再生。啊，我们再加个字，不能让它再发生。啊，那些错事，过去的永远断掉。啊，未来的不让它再生。这叫真忏悔。后面这两句叫真修行。啊，未生善呢，令生。现在我知道哪些是善，十善业道是善，弟子规是善，感应篇是善，六合敬六波罗蜜是善。啊，这些善呢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还没做到，赶快做。啊，赶快令他生啊！一生善呢，增长啊！我已经在做的，明白？已经在做的，多做，不断的去做啊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前面两句是断悟。后面两句是生善啊，这个是修行
总的指导原则，统一的指导原则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！啊，四如一足是放下。啊，欲欲是欲望啊！啊，如意足，足是知足啊，样样都要知足啊，有了。能如自己意思了，可以了，不要过分了。你身心健康，啊，饮食是摄受养分的，心清净。心慈悲，心没有杂念，你消耗的营养少，你每一天摄取很少的养分，你就是足够了。啊，多余的养分的时候，你还是排泄掉了吗？啊，我在跟李老师学教的时候，啊，老师一生三十几岁开始学佛，他就日中一时，几十年了，而且吃的很少。他的工作量很大，差不多是五个人做的工作。很辛苦啊。啊，跟他见面约时间要一个星期之前约，你临时找不到他。他的时间统统都排定了。每一天时间都排定了，啊，一天吃那么一点东西行吗？啊，精神好得很了，啊，我跟他老人家学，也学他的生活，啊，我也学日中一时，行，真没事情。啊，但是我吃的比他多，我吃他那个分量不行，我会感觉到饿。啊，他一天的生活费用在当时，啊，也就是53年以前，啊，一天台湾钱2块钱，啊，当时1块美金大概换30多块台币，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只要1块多钱美金。不到2块钱，60块钱就够了。啊，我也是一天吃一餐，但是我一餐需要3块钱。啊，我一个月生活费用90块钱，
啊，90块钱2块都没进，啊，不到3块。啊，我得出的结论是能量的消耗90%应该是消耗在妄念上。你的妄想很多，杂念很多，这个消耗量就很大。如果你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啊，无论是劳心劳力，消耗能量少。啊，所以一餐足够了。啊，一天不吃，两天不吃不饿，无所谓。啊，精神一样饱满呐，一样干事情啊。啊，你说上台讲经，讲的越讲越欢喜啊。啊，不吃饭没关系，不睡觉也没关系。啊，什么都可以随缘。不能像菩萨那么大自在了，得了一点小自在啊。啊，你越学越欢喜。啊，所以欲望啊，这个物质生活、衣食住行啊，精神方面的生活啊，够了。不要再多了。啊，一切随缘。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如意足了。啊，第二个念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尤其遇到灾难的时候。啊，纵然是没有灾难，往下9000年的这个末法，世尊告诉我们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我们通通就归到这一门就好了。学佛我只念无量寿经，我只念阿弥陀佛，我心是定的。你说其他的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不出无量寿经。华严经上说：“一劫一切，一切皆一。”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就这一个念佛法门，通通包括了。啊，这华严上讲的好啊。啊，你看善财童子参访德云比丘，啊，德云比丘是初住菩萨，原教初住菩萨，也就是48愿里面所说的阿惟越支菩萨。圆证三不退呀、啊！他修般若三昧，53参第一个修般若三昧，般若三昧叫佛力三昧，一期90天，90天不睡觉，90天不坐下来，啊，所以这叫佛力。可以站着，可以走动，不可以坐，不可以睡觉。啊，一期90天。等于闭关一样啊。要有护持的人。啊，您饿的时候想吃，可以吃一点东西。啊，用功。保持上不饱不饥，功夫才会得力。吃太饱了昏沉，
啊，如果肚子真饿了，没有东西吃了，他心慌，我们讲掉举，啊，他心定不下来，啊，心慌，啊，所以一定保持不急不饱，啊，禅堂是这个规矩，不急不饱，啊，饿的时候吃个小馒头，吃一点点心，啊，喝一点水。啊，精进念佛堂也是这个规矩。啊，念才能够专一啊！啊，这念就如意了。你会念到法喜充满，你会念到一心不乱。啊，离业心不乱是人可以做得到的。人要是做不到，佛不会说。啊，佛不给人开玩笑，做不到的不讲，做得到的跟你讲。啊，但是我们自己要能审查环境。啊，古人能做得到，现在人做不到。什么原因？古人从小受过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，这扎根教育现在没有了。但现在的人心跟古人那个心不能比，古人心是醇厚老实，现在人心薄了，不老实了。啊，所以古时候那些方法在现在用不上了。啊，你像三十七道品现在用上用不上，你听听而已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得好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啊，不需要学那么多。啊，只要一部经就够了。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我一千遍不能摄心，现在人真的读一千遍之后心里还是乱的，还是浮躁的，还是定不下来。那再念，我念上一万遍，心定下来了。啊，一定要把清净心念出来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就四通八达，没有障碍。你没有学过的，没有听过的，一接触就明了，他通了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全通了啊。清净心没有得到就不通，清净心得到就通啊，平等心得到那就大通了。啊，到大彻大悟啊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海阔天空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全都通了。这是一条修行的近路。啊，我们年轻当年学教，老师就告诉我们，学教不容易。啊，世间法，世间的学问，你都想通。啊，不说近代的，啊，
这些科学哲学咱们不谈，我们谈古人的啊，古人我们就谈一样四库全书啊，乾隆时候编的啊，乾隆的福报大，大在哪里？编四库全书，编大藏经，这个福报太大了。四库全书是世间法，大藏经是出世间法，啊，这两样东西好好的整理，流传给后世，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！啊，他要是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他成佛了。那烦恼习气没放下，那就变成福报啊，那太大的福报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懂得修福啊，我告诉诸位同学，我修的福报不会在乾隆之下。啊，乾隆皇帝当年编四库全书才写了七套啊。啊，那我流通的这个四库全书101套。啊，四库会要当年只有两套啊。我现在大概总共的时候流通了270套。啊，大藏经标准是10000套。已经很接近了。别的事情不做啊，流通法宝，弘护法宝，国宝是智慧呀。着相是福德，不着相是功德了。只管做啊，心里头痕迹都不落啊。这个道理要懂，做好事，什么是好事？这是好事。啊，护持文化是好事。护持正法是好事，没比这个更好的了。啊，培养传统文化的老师，培养佛门的老师，啊，讲经说话的法师，第一功德。啊，我们全心全力的去护持他，供养他们，他们的成就，他们弘护的功德，就有我们一份了。啊，我们曾经参与嘛。啊，自然能得到。对，念啊，精进如一足，那就精进两个字就行了。精是什么呢？纯而不杂，那就是一门呢，才叫精啊。精是有进无退。这叫精进啊，不能搞多，不能搞杂。啊，我们年轻学教，
啊，老师看到我们福很薄，啊，福薄没有福报，短命。啊，老师对这些同学短命的相、薄福的相，老师都劝他出来学讲经。是讲经的福报最大。名扬两利也。每一个讲经的地方，无论什么地方，有人听就有鬼神听，这名扬两利，这个福报最大啊！帮助你增福慧，也帮助你延长寿命啊！老师用心很好啊。啊，鼓励我们出来学讲经，啊，我们自己得到了真实利益，啊，感恩老师的恩啊！啊，当年老师教导我们的时候，只可以学一部经，你想学两部，他就很老实告诉你，你没有条件，没有资格学两部，学两部要上上根人。你不是上上根啊，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学，一步学圆满了，他同意了。这个圆满是什么？上台去讲，老师在下面听啊，听到他满意了，嗯，可以再学一步啊。同时学两种是绝对不可能。啊，他教学生私塾教学法。啊，他对我们同学这个学习经教，他是个别教导的。每个星期一堂课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。啊，老师讲。讲一遍，学生听，听了之后复讲。啊，学经的这两个人跟老师坐在对面。那我们其他同学旁听，啊，不能去，都要在讲堂旁听。啊，这两个人要上台复讲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男同学。在灵山寺佛讲，女同学在台中莲社佛讲。啊，女同学是星期六，男同学是星期天。啊，两个人，一个讲国语，一个讲台语。好像上台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翻译，其实用的是一个讲稿。一份材料啊，所以一个半小时的讲经实际上45分钟啊，一个讲台语讲国语实际上45分钟啊，可是这45分钟的这个教材啊要充分准备一个星期啊，你才能上台讲得像个样子。啊，这两个同学这一部经讲圆满了啊，再选一部经，另外两个同学学讲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所以我在班上啊，我的能力比大家确实强一点。啊，我的记忆力很好。
啊，几乎听一遍不会忘记，啊，至少能保持一个星期，长时间不行，一个星期之内我听的时候不会忘记。啊，我的理解力也比较强。啊，所以每一个同学学讲经，我都帮他们很多忙。啊，20多个人呢，每一个学讲经的都学一两个月，到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呢？我还没有轮到，出家的人成熟了。啊，我就离开了。啊，离开之后，老师还惦念着。啊，常常想着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他。啊，我再回去，再回去出家人身份参加这个班。啊，继续学习。啊，所以这个班上出家人只有我一个。啊，我是因为在家身份的时候在班上学习的。有这么个特殊因缘，老师是居士身份，对出家人很恭敬，不敢叫出家人。啊，所以我有特别的因缘，我可以参加这个班。啊，最后我在那里学了一部大经，啊，在班上学了大概将近有10几部啊，小部经，就是班上所教的。我记得的时候，好像是13部。啊，我们旁听吧。啊，我在旁听听了13部。啊，这13部我都能讲，还都讲得不错。所以我一出家，白胜法师就请我到三藏学院去教书。啊，我学的13部经，在三藏学院一个学期只能教一部。他3年毕业，我13部才用了6部，还有7部还没用上，所以我以后对佛学院就没有兴趣了。那个私塾班很厉害啊！啊，他是一门一门教，大概2个月你就学得一部经，你就会讲。课程是单一的，不像佛学院，佛学院课程是交叉的。啊，每一天有好几个法师来上课，所以学生头脑都像浆糊一样，啊，什么都不懂。佛学院4年毕业，一部经都不能讲。啊，我在李老师那个班上旁听，旁听1年3个月，我会讲15部经。所以佛学院的教学是失败了。啊，中国古老私塾教学方法是成功的。那个里面的方法，教学的理念，啊，教学的方式，真正是一流的。你看在中国流传7000年没有改变，啊，现在一变成学校一改变，人才没有了。啊，所以07年，啊，06年我们参加联合国巴黎的一个活动，大活动，啊，我们参加主办，
啊，完了之后我们去访问伦敦，啊，访问牛津、剑桥、伦敦大学，访问三个大学，啊，跟麦大伟教授啊做了朋友了。啊，第二年2007年，麦大伟教授到汤池去参观我们的中心。啊，他在中心住了4天。回头回国的时候经过香港，跟我谈了6个小时。我很感谢他，确实真诚邀请我到剑桥大学去办学。啊，办一个书院，啊，大乘佛学，名称他都替我写好了。啊，这个学院属于剑桥大学的，啊，英国的大学是书院制，像牛津、剑桥这样的学校，世界第一流的，大概都有50个书院的样子。啊，我很感激他。啊，这是世界一流学校。我说我不能去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框架加给我，我教不出学生出来。他问我，他您那你怎么教法？我说我们有方法，我们老祖宗有方法。哦，他耳朵就竖起了，老祖宗有方法，他是汉学家了。啊，四书他会背也。啊，中国文言文他能看得懂啊。很了不起啊。啊，我说我们老祖宗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在三字经上，哦呦，这三字经得很熟啊，那从头背到尾一个字不错啊，哪一句啊？我告诉他最前面的8句是中国几千年来啊，办教育的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教育的总的目标、总的方向就是前面2句话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，本身本善，我们大家都一样，都平等的。啊，但是习惯，你被染污了。啊，习性是被染污了，本性是善的，习性不善，所以才要办教育，是说勾不教，心难迁。你要不教啊，这个习性越来越严重，本性就没有了，就完全被障碍了。你虽有本性，本性现不出来了，就跟佛法讲的，虽然你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你有佛性，但是你现在的佛性迷了。啊，有它不起作用，你变成凡夫了，变成凡夫是习性，变成六道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那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如何帮助这个人从习性回归到本性？
这是教育的目标啊。在佛法讲的是，是帮助这个凡夫转凡成圣啊，让他去成佛，教育成功了。这是东方的教育，印度的教育如是，中国教育也如是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教呢？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啊，就这六个字。教学没别的，就是专一。啊，开的是八万四品，四千法门，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根性。啊，每一个根性。不同的根性，你只能学一门，你不能学两门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那是现在你们学校课程就十几门课，那怎么行啊？啊，我说我教的方法就一门。啊，比如学《论语》，这都是他很熟会背的书。那他你怎么教法呢？我是教的人很简单啊，我指定一些古人的注解参考资料让学生自己看，上课的时候学生上台讲给我听，这样教学。我教你学，不是我讲给你听的，你学会你讲给我听的，你讲错了我给你改正啊，所以譬如一堂课一个小时，学生讲五十分钟，后面十分钟我做讲评。那真的你不学，学完了怎么办呢？学完了学第二遍，二遍学完学三遍，三遍学完学四遍。啊，这样一部书的时候，如果说一年学三遍，啊，《论语》从头到尾一年学三遍，十年学三十遍，它就变成孔夫子了。现代的圣人转凡成圣了才管用啊，他不是圣人不管用啊，这他才搞明白中国世世代代有圣贤出来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，你得会教啊，你不会教，教了一大堆啊，变成大杂烩。它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啊，它所接受的是常识。常识非常丰富，智慧没有。智慧能解决问题，常识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智慧知识。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都有后遗症。智慧不会，智慧真正能解决问题。中国有好东西啊，好的理念、指导理念、好的方法，现在人不要了，那就没法子了，搞得世界这么混乱。啊，大家束手无策。啊，古人给你安排的时候，你不走这个路，你不走，你要走邪道。啊，遇到了苦难还不回头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回头是岸了。老祖宗东西太好了，啊，佛菩萨东西好极了，究竟圆满。你不相信，你说他是迷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就精进，这两个字的意思真懂了，那就如意速了。啊，学佛法如此，学世间法也如是。啊，现在人最大的麻烦就是要广学多闻，要样样都知道，结果学了一辈子是样样都不知道，可怜呐！啊，老祖宗叫我们学一样，
一样学通了，原来样样都知道了。啊，一通一切都通了。老祖宗不害人，老祖宗是真爱人，真的帮助你成就，你不相信他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他对你无可奈何，就随你去吧。啊，有一等人苦头吃尽了回头了，还有一些人吃尽苦头都不回头，死都不回头。那就没法，等他来世吧。啊，来生后世，啊，我们想到总会回头。啊，佛菩萨有耐心。啊，佛菩萨照顾众生，生生世世，所以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慈悲到极处啊。什么时候回头，什么时候来帮助你。啊，不回头随你意。啊，所以剑桥大学如果真的同意我们的想法做法，我倒是很乐意去啊。啊，所以多看是有好处。啊，看了之后你就有比较，你才知道中国古圣先贤那一套东西高明，真高明。啊，现在科学技术不能相比。但最后一条，慧如一珠。这个慧是知识，不是知识，是智慧。啊，智慧从哪里呢？从禅定里来的。放下才能得智慧。不肯放下，智慧从哪来？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见思烦恼放下了，你得到的是正觉，阿罗汉辟支佛的智慧。在六道里面不会做错事，你有慧眼，你能观照啊！啊，能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，分别放下了，你的智慧提升了，菩萨的智慧在十法界里面没障碍。啊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能够把起心动念，就是无明放下了，你超越十法界了，你得大自在了，你得真智慧了。啊，那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真实智慧。啊，所以四如意处，这四种放下，啊，放下你就得到了，你就如意了。你要不放下，你得不到。啊，智慧要放下，
得智慧，得智慧不要执着智慧，不要去分别智慧，不要以为哎呀，我得到真实智慧了，你完全是凡夫。你看我执还没破掉，我得到智慧了。欲念精进如意都不能着啊，一着就全错了，那就是魔境啊！不分别不执着，通了；一执着一分别，色了，就变成魔色了。不执着是佛色，一执着就是魔色。前面这十二个道品啊，四念处、四正心、四如意处，这是修行的根基。从这个根基上，五根出现了。心静是精进，念定慧有根啊，根是根，就是前面四条，看破放下，断卧修善啊，四正情是断卧修善，四念处是看破，四如意处是放下，信静念定慧有根。没有前面这个基础，你信静念定慧没有根，你怎么会成就我？像植物一样，没根它怎么能生长？啊，三十七道品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通四教啊，藏通别圆，通通都有三十七道品啊。四教所解释的前身不一样啊，最浅显的是藏教啊，藏教是小乘，完全是人天法啊，圆教是法身菩萨，每一条的意思都深广无际啊。从五根，五根在提升就有力了啊，就称之为无力，有这个无力啊，信静念定慧，无根跟无力，这个道品的名称都相同啊，只是一个是根，一个是根有力了，称之为无力啊。我们讲修道啊，有力了，至少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没有前面的修持，哪来的力了？所以从这个标准上去看，我们今天信佛了，是不是真信了？我们的信有没有根？有根不会变，有力不会退转，不会动摇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，我们信根心力都有问题啊。信没有，精进当然没有，
没有精进哪来的念定慧，全都落空了啊！后面七觉止八正道，戒度是有名无实啊！啊，不要往高处攀了，藏教的我们都没有啊。所以小乘圣者值得人尊敬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修八正道，修八正道前面的七科统统具足，前面七科不具足，八正道怎么修法？这是小乘圣者之可尊敬处啊！由是可知，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通到法性，任何一门，只要你一门深入，你都能够明心见性。道理在此地，所以它是平等的啊！但是你要知道，通通靠自力啊！佛菩萨力量加持你是什么？佛菩萨教诲你就是加持啊，今天佛菩萨不在世间，留下的经典，经典就是对我们的加持。我们读了什么？道理明白了，方法搞清楚了，啊，境界也说到了，路是要自己走的。你要不真干，等于白听，等于没听。啊，不能把经教的理论方法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经白念了。所以有人念经很灵，有人念经不灵。那原因在哪里？没有诚心吧。什么人灵啊？念经的人他做到了，那整个那个经典那做到什么？他有力在里头啊，啊，他有功夫，有力了啊。我们今天讲他有能量啊，啊，没有能量没有功夫的人，他念的经没用处啊，甚至于念经求什么？求升官发财，错了，大错特错了啊！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啊，在佛菩萨面前许愿呢。你看我诵经念佛啊，求升官发财，我发财了，我再来还愿啊，我发了一个亿的财，我拿一万块钱来供养你，这不贿赂吗？那这样的心态对佛菩萨造什么罪呀？地狱罪呀！啊，
完全搞错了啊！对于什么是佛，真不知道啊！把佛看作鬼神一样。啊，信佛的人，我看99%都是这样的人。真正明白什么叫佛，啊，佛经是什么，真的很少很少啊。啊，因为少，他就稀有。稀有就特别觉得可贵啊！今天真正发现言教修行弘法利生，没有一尊佛不护念你，没有一尊菩萨不拥护你，这都是真的。为什么太少了？啊，隋唐时代佛法兴旺，修行人很多，讲经的人很多，不稀奇啊，太多了。现在有一两个人宝贝了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是无论在家出家，啊，你要想真正改造命运，啊，消灾免难。那就李老师教我们这个经学班的，这个经学班的人都是可怜人，都是没有福报，都是短命人。啊，老师开这个班救这些人，20多个人，啊，教我们出来，上台去讲经说法。那我们这些人都被李老师赶上去了，原来不敢上台啊。啊，有几个学成了，啊，对老师才真正有感恩之心，啊，慢慢体会到老师的好意。啊，至于这个37品，啊，后面讲4种4谛，啊，也是藏通别圆。啊，有兴趣呢，你们去看天台的摩诃止观。啊。小止观都曾经讲到，啊，这是佛学的知识，啊，真正落实，所以佛法它有它殊胜之处，它能通。一个法门能通一切法门，啊，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因为同一个自信，啊，所谓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心想心是一，只要你把心通了，你一切就通了，啊，心之所想完全通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因此佛法教学没有定法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处而异，因事而异，它是活的。啊，它不是时代版的。啊，活活泼泼。啊，任何一法都包含一切法，
啊，找不到说一个法是独立的，与其他的法不相没有关系的，找不到。啊，我们在华严，在无量寿上看到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那微点是什么？也许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量子，物质里头最小的，没有比这更小的了。啊，现在发现的时候，物质现象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存在的时间极短，啊，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。所以物质是假的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物质是这种现象累积产生的一个幻觉。物质的本质就是念头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所以我们的念头能改变物质。念头坏，地球坏了；念头善，地球好了。就这个道理啊，这个你都没有什么神秘啊，哦，我们念佛，佛加持保佑地球好了，不是的啊。我们的念头善了，环境自然就变善了，那身体就变好啊。啊，念头不善，病毒就进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通一切法。你看，一毛一尘里面的微点，都能够通达一切，何况其余？啊，没有一样是不通的，阻塞是自己造成的。啊，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阻塞。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全通了。那贴身的是对这个身体，你身体整个就脉络畅通啊，这个管道畅通，经脉畅通，你人怎么会生病呢？啊，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这些烦恼习气都是阻塞的。这个东西多了，哦，这里也阻了，那里也阻塞了，都不通了，人就生病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，啊，小通整个身体，大通整个宇宙啊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念头跟整个宇宙息息相关。大乘经上讲的透彻，现在这个道理被量子科学家证实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意念能够化解地球灾难。啊，你的意念不善，地球灾难就化解不了，你就得承受。你要把念头改过来，你看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，啊，告诉我们化解2012年玛雅预言的灾难，大灾难了。啊，方法就是我们佛法讲，用佛法讲，断恶修善。啊，不就是四正勤吗？就用这个方法吗？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通通是四正勤。哎，就能把这个灾难化解。纵然不能化解，也会把这个灾难大幅度的减轻。值得我们去做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上到此地。